我们隆科手术的效果，我们根据什么？一个是根据医生和患者的观察，看他的主观的，看他这个就是外观的形态，我们就通过这个什么，通过就是正常的拍照，来看他的这个形态的这个完美是否对称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进行呢，把它进行，我们有数字化的技术，可以把它这个术后的外观的形态。通过X 线片和 CT 获取它这个骨骼的形态来进行观察、测量、分析。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什么的三维数字化的扫描，把它的髁部和面部的形态的三维数据扫描采集完了后呢，进行测量分析，和正常人和这个就是这个美貌人的这个解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。来确定它的手术的效果。